左右侧耳朵里边，痛，我又看到那个马斯克的那个火箭了，发射塔，竖在那边，现在晃得很呢，原来是很猛，过来现在那个斜了一个，一动一个会竖起来一点嘛，往这个方向稍微往上高一点嘛。 相当于现在是往上，是扭动啊，应该来说是扭动。扭动的时候，那个风啊，尤其上面晃得很厉害，晃的这个风啊，进了耳朵，出了耳朵，进了耳朵，出了耳朵的时候，耳道痛啊，耳道痛啊，是这么个情况。是耳道痛啊，知道了啊，是马斯的火箭啊，在晃动的时候，风进了耳道里边，耳道痛，相当于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